今晚特别的开心和兴奋，谢谢金牛奖主办单位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来鼓励和肯定我们中小型企业。众所周知，金牛奖是个企业大奖，它不只可以加强我们的信心，而且还可以推动我们迈向更高峰。所以今晚特别我要谢谢我的太太兼合伙人，还有我的团队，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公司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所以今晚这个金牛奖是属于他们的，谢谢。啊，对，我们回去我们要组织更强大的团队来迈向更高峰。